佢呆一呆咁问我啦：大佬啊，咩料啊？我随口话啦：咩料啫？间屋旧咗，佢重得滞，爬上去玩，咁咪跌得落嚟咯。佢好似系个修真者。唉，得啦，唔使理佢得啦。我哋一齐喐手执翻个客厅，仲叫黄优上屋顶同个窿冚翻张塑料膜，费事如果今晚落雨，我屋企水浸啊！六期冲完凉换过衫之后就出咗嚟啦。我叫佢先去小雪嘅房间里面问小六攞咗啲特效嘅树汁之后，翻翻去小雪嘅房间攞出急救箱，从里面攞出咗啲棉签，染咗啲树汁，同六期嘅伤口喺度搽药。冲完凉之后，六期啲头发湿淋淋，着住小雪嘅卡通浅黄色 T 恤同埋蓝色嘅短裤，比平时就自恋好多。呢阵时咁先似系同小雪差唔多年纪嘅人啊！房间里面散发出好清爽嘅沐浴露嘅香味，好好闻啊！六期仲系一句说话都冇讲，好沉默咁坐喺床上面，只眼红晒嘅，时不时喺度抽下个鼻。我同佢查药嘅时候，佢却系好安分咁坐喺度，可能系所谓嘅爱莫大于心死啦。小六嘅特效树汁的确系犀利嘅噃。等我同六期嘅伤口全部查完药之后，有啲伤口已经开始愈合噶啦。我放低啲特效树汁，摆咗一张椅坐喺六期面前。而家话唔话得俾我听？点解你会从我屋顶上面跌咗落嚟噶？讲到呢度，六期终于有啲反应啦。佢哼咗一声，拧歪面。我心入面就好笑啦，唔讲都得嘅。我啊当你系挂住我啲英俊潇洒，又唔好意思过嚟见我，所以咪跑到我屋顶兜装我咯，系咪啊？然后俾我发现咗，你怕丑，差错脚咁就跌咗落嚟啦。哼，无耻！我冇乜所谓咁笑一笑。今晚你系想瞓小雪呢度，定系想我送你翻屋企啊？六期粒声都唔出咁企喺度，睇一睇身上面几乎已经好晒嘅伤口，用小雪房间里面一个袋装晒佢污糟邋遢嘅校服，然后直不甩咁行出咗房间。睇住佢趌下趌下咁嘅样，似乎嗰啲树汁对佢嘅内伤并冇几大作用喎。我跟住佢行出房间，小六已经捧住六期已经抹干净嘅书包同埋剑，小心咁等住喺度啦。黄优、石大新佢哋执紧嘢嘅动作都停低落嚟。六期向小六点咗点头，孭住书包攞翻剑，喺咁多个妖怪嘅目光之下。行出咗大门口，天色已经黑晒啦。我慢慢咁同六期话：呢个时候冇晒公交车噶啦，又冇摩的，就算有啊，我都唔放心你嘅。如果你唔介意坐我部烂面包嘅话，咁我车你翻去啦。回应我嘅系沉默嘅脚步声，我加快脚步跟咗上去，有啲急咁话。你唔好咁骨雷锤好唔好啊？讲真啦，听讲你系班长添，又出嚟做兼职，仲系个修真者，我都觉得攰啊。做人潇洒啲好，一啲冇必要嘅责任感抌咗佢啦。一直孭住咁沉重嘅包袱，你唔攰嘅咩？虽然话你系修真者，我系妖，不过我都冇做错啲咩事啊嘛。你唔使夜夜啄住晒啩，等我车你一程都唔得。六期停低落嚟，目光炯炯咁对住我。我讨厌你，唔单止因为你个妖怪，仲因为你无耻、下流、贱格、流氓，一个超级垃圾嘅人渣。其他都好讲啊，我对下流呢单嘢有啲意见噶。六期嬲爆爆咁，继续向前行。我一直跟住佢，冇几耐之后，佢嚟到路边一笪好高野草嘅地方，喺草丛之中扶起咗一部佢收埋咗嘅单车，
将佢推咗上公路继续行。我连忙话啦：，喂，你唔会系谂住推住呢部嘢一路行翻屋企系嘛？你膝头哥受咗伤噶，行咁耐你唔惊嘅咩？会残废噶。但系佢一句都听唔入耳啊，仍然系趌下趌下咁慢慢推住部单车行。我干脆冲上去，从陆琪手入面抢低咗部单车，一嘢坐上去。陆琪好嬲咁掘实我话：，还翻部单车俾我啊！哼！佢掹出把剑，我一踩脚踏，行开咗几米，又停低落嚟。佢攞住把剑，慢慢咁追上嚟。我要杀咗你！我啊冇走到啊，拍一拍后座同佢话：，我车你翻去啦。陆琪嚟到我面前，嗰把剑就冇怼过嚟。我唔知道佢犹犹豫豫嘅表情喺度谂紧啲乜嘢。不过我已经尽咗我最大嘅勇气去面对呢可能刉过嚟嘅一剑，亦都冇走到噶啦。佢最后仲系收翻把剑，拧歪面望向条路旁边嘅草地。我唔使你答我啊！哼，咁你又咪使之意攞翻呢部单车啦？陆琪死死咁掘实我，望咗好耐，最后似乎都明白咗我嘅决心啦。佢深深咁吸咗一啖气，最后拧转身背对住我，语气复杂咁话：遇见你系我呢一世最黑仔嘅事。大家咁话呢？陆琪护低腰坐咗喺后座上面，我感受到后座嘅重量。心情非常之开心啊！行咯，捉实啦喂！只脚一踩，慢慢咁向前行啦。我特登将部单车踩到摇摇岌岌，一阵间我觉得身后面嘅衫被一只手好小心咁喺度捉实咗啊！你系咪想跌死我啊？唔系，我只系想叫你捉实我啫。感谢大家收听由回声文化同达尔泰共同出品，暖暖有声诚意制作。我是妖怪，我怕水。欢迎各位订阅、点赞、评论、转发。欢迎大家收听都市爆笑修真小说《我是妖怪，我怕水》，作者沙米王子，主播古九飞、小小肥。第十五集。我孭住个竹箩，坐喺接叠梯上面，眯埋眼，感受住嚟自呢片迷雾弥漫嘅果林里面嘅清凉同埋宁静。清晨嘅空气好新鲜，好干净。赵无极讲过，这个时候系灵气最充沛嘅时候，对于修炼真气同埋妖气有好大帮助嘅。于是呢三日我都喺摘果之前练习感应灵气。希望能够真系修炼出一番能力嘅，保障一下喺将来我俾嗰啲修真者发现嘅时候，有几分本事可以同佢哋打翻下嘅。事实上呢，又真系唔想俾牵扯入去妖怪同修真者之间嘅事入面嘅。至少我而家仲系希望做一个普通人嘅，靠果缘过埋呢一世就最好啦。而家嘅目标。是先修炼到能够感应灵气的存在，然后再修炼真气。想一下，自己就要踏上修真成仙的道路，一点感觉都没有。如果不是有其他妖怪在帮手摘果，我才不得闲练这个。有种想睡觉的感觉。然后就在昏昏欲睡的时候，慢慢地感觉到周围有啲甜味，身体嘅毛孔大片大片咁张开，皮肤嘅每一个细胞都喺度呼吸住，贪婪咁吸住呢啲带住甜味嘅气体啊！日呼日吸，呢啲气体流入体内，亦都同时令体内嘅细胞活跃起身，身体里面有一种从嚟都未有过嘅清爽同埋敏感，成个人陶醉晒啊！感官变得好敏感，有一种同天地连成一片，周围嘅一片都喺自己嘅掌握当中。
而在这个时候感觉到有一只嘢正在跳来跳去。我擘大眼见到的嘢非常清晰，同时啱啱那种贯通自然的状态亦都迅速消失。一只色彩斑斓的蝴蝶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停在额头上面的头发上面。这些就是灵气啊。我的眼珠望着我额头的头发，看到停留在我额头上面那只蝴蝶微微地扇动着翼，忽然间好像发觉到什么样，扇动着翼离开了，但是还是好像围着花朵一样围着我不肯飞走。我用一手将不愿意离开的蝴蝶轻轻拨走，一时间大战在即。我就不想伤及无辜的，担高头向那只嘢行过来的方向看过去，我露出了好可怕的笑容。在我的附近，一块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巨大岩石出现在树林下面，动都没动。一条超大型的蝎鱼黐了在树干上面，好像啲生化变异体咁啊。有一只黄鼠狼匿咗喺树上面，隐藏住自己嘅身影，同时警惕咁四围张望。一棵大榕树屹立喺果林里面，树藤蔓延咗一大片地面啊。而我就攞住果箩里面一把 AK-47，呢把系我使咗50蚊从玩具店度买翻嚟嘅。仲送咗包黄色嘅塑胶子弹添，呢啲准备紧张嘅气氛，正系为咗捉住我嘅宿敌白狐狸啊！一个白影跳到嚟我唔到700米嘅土树上面，今日佢冇即刻跳向我所在嘅树上面，而系停低咗落嚟。我坐喺折叠梯上面望实佢，佢亦都疑惑咁望实我。我原本仲攞住铰剪喺度扮剪果嘅，俾佢咁样一望，即时就怀疑系唔系边度暴露咗啊！我对佢好友好咁笑咗笑，结果佢更加警惕起身，不可思议咁望实我。做狐狸做到咁嘅地步，真系服咗佢啦！我见再都呃佢唔到，干脆大方咁同佢冷笑话。嗱，豆丁，今次有投降啦吓！呼一声，黄鼠狼落咗喺白狐身后面嘅树枝上面，张开咗狰狞嘅牙齿同埋爪，向白狐扑咗过去。白狐睇都唔睇后面，向上面一跳，跟住黄鼠狼一头冲出咗树枝，四只爪乱咁揈咁跌咗落地。当狐狸向上跳嘅时候，唔远处嘅一只巨型蝎鱼早就已经瞄准了他了，一啖黏液快速地从口入面射了出来。狐狸向那里睄了一下，在半空中瞬间扭转身体，避过了这啖黏液，安全地落在树枝上面。那个巨石突然间变成了一个3米高的石头巨人，从原本压在地下上面拿出一块渔网向狐狸那里揈了过去。狐狸见到忽然间出现一个石头巨人，吃了一惊啊！他起身张开双爪，两排尖锐的爪从肉掌入面露了出来，疯狂地在挥舞着双爪，将铺天盖地的渔网找出了一个大窿啊！白狐从大窿里面跳了出来，而渔网就落在地上面，将跌在地的黄鼠狼冚住了添。哟，黄鼠狼系咁喺度挣扎，反而俾嗰张渔网越勒越紧添。就喺狐狸以为我哋冇晒符嘅时候，地面上面无数嘅树藤往上面涌咗上嚟。狐狸喺树上面左闪右跳，嗰啲灵巧度啊，比得上攞一只银仔打通合金弹头噶啦。咁多只妖怪终于尝试到呢只狐狸逆天嘅本事啦！之前仲对我严密咁计划，要捉一只狐狸，觉得好瘀喎。直到而家，佢哋先明白呢个计划仲唔足以捉到呢只狐狸啊！呢几个妖怪太令我失望啦！竟然系几百成千年修行嘅妖怪，
都捉唔到一只普通嘅狐狸。今日若果捉唔到佢，日后嘅日子，唉，睇怕我有排挨啦。喺狐狸将佢啲注意力集中喺点样对付榕树嘅蔓藤同埋阔鱼嘅黏液弹嘅时候，我拎出咗果箩里面嘅 AK-47，上膛瞄准住嗰只白狐狸。我瞳孔一阵收缩，瞄准，捕捉嗰只狐狸移动嘅轨迹。要用一把玩具枪射中快速移动入面嘅狐狸，这个原本是一件不是很可能的事嘅。就连我自己在事后都觉得很鬼蠢嘅。但是在我认真的瞄准目光入面，白狐的身影和窗口的距离在度不断咁拉近。白狐的身影亦都越来越慢。整个世界在我眼入面就好像在度放紧慢镜。最后整个白狐的身体几乎就顶在我的窗口前面。短暂的时间之内，我并没细想啊。瞄准白狐缓慢闪避的头部，慢对着慢计。啪！一声轻响，黄色的子弹射出。我的世界又变回原来的节奏。对面树上的狐狸兜头跌了落地。我这把远程武器原本是想着要来凑数的。点知又真系打中咗佢喎！黄鼠狼已经从嗰张渔网上面挣扎咗出嚟，佢一见到白狐从树上面跌咗落嚟，即刻啊变翻人形过去，用个渔网一嘢罩住咗白狐，好快手咁用渔网将白狐一层一层咁垫住，惊死呢只狐狸会走咗去啊！其他妖怪亦都变翻人形围咗上嚟。我拿着只 AK-47 落了梯走了过来。黄忧见我走过来对我叫道话，大佬犀利啊，一把玩具枪也都咁犀利，早知道是这样还叫我们来做什么。石大山摸着下巴话，我做石头做了1000年，做妖怪做了2000年，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好身手的狐狸的噃。我仲喺度迷惘紧，啱先个世界点解会变得缓慢？窗口同埋狐狸嘅距离点解会拉得咁近？呢啲感觉同前几日喺公园嘅时候俾六奇用刀仔追杀嘅情景好相似啊！当嗰把刀仔刉向我嘅时候，又系即刻变得缓慢起身嘅。但系啱啱能够拉近窗口同埋狐狸之间嘅距离，呢啲咁样样嘅错觉，到底是什么回事呢？瞄准眼睛，千年妖童，难道是我无意中运用了千年妖童的作用？都还没等我兴奋完，我就感觉到一道针对我的杀气了。我耷低头同众人一起望着那只被黄忧用渔网包食的狐狸。这阵时他摆在地上面，双眼充满着愤怒咁望实我，哼，搞到我都有啲心虚添。小六想上前抱嗰只狐狸玩，但系就俾我拉咗喺身后面，费事佢一个唔小心俾只狐狸咬亲。我踎低，隔住几层渔网摸咗摸佢身上面嘅毛，这个仲系呢2年嚟第一次咁近距离咁接触佢，心入面有啲高兴。佢的皮毛非常之柔滑，亦都十分之干净，好似经常清理咁嘅。嗱，你唔好怪我啊，系你自己做得唔啱先嘅咋。第一年你入我咁多鸡，搞到我冇咗家禽业，又整唔见我屋企嗰只老王，即系嗰只大黄狗啊。后嚟连小雪最中意嘅花猫亦都唔见埋，系咪你做嘅先？而家我捉你，你话唔系抵捉啊？白狐仲喺度死死咁掘实我，我可以感觉到嚟自一只狐狸嘅怒气啊！我甚至有啲怀疑佢度嬲我背叛咗佢。虽然我哋从嚟都系敌人嘅关系，霍玉啊笑住话啦：，小王大人原来都几有爱心噶，对一只狐狸都咁在意。黄忧瞄住瞄嘴话：阿大啊，
你同一只狐狸讲咁多做咩啊？快啲拎佢翻去劏咗佢啦！中午有嘢未食啦喎。唔得，虽然佢只系一只狐狸，但系相处咗咁耐，又有灵性，我点舍得伤佢噶？听我咁讲，黄优觉得不可思议啦。霍玉同埋石大山好赞同咁点咗点头，小六更加系开心咁揽住我条颈，撒娇咁孭咗喺我身后面。佢琴晚听我计划要捉呢只嘢嘅时候，已经系唔开心噶啦。我感觉到嗰只白狐听到我呢啲说话之后，嗰啲怒气退咗唔少嘅。佢睇住我嘅眼神亦都柔和咗好多，但系仲系喺度嬲紧嘅。石大山就问啦：不过而家我哋应该点样处置佢啊？如果放咗佢，佢又翻嚟揾我哋，咁点算啊？我将白狐从地上面举咗起身，无奈咁睇实佢：喂嗱，我一阵就放咗你，你唔好再翻嚟啦。至少你翻嚟唔好再用果掟我啦，咁样搞我啲果。嗱，你如果再俾麻烦我，记住我啲 AK-47 啊！亦都唔知呢只狐狸有冇听得明噶啦。我同佢充满灵性嘅眼睛对视咗一阵，就将佢放翻喺地上面，从果箩里面攞出铰剪，小心咁剪开咗缠住佢身嘅渔网，惊住会整亲佢。黄优仲惊嗰只狐狸喺松绑嘅一刻会反咬我一啖，叫我小心啲添。结果只狐狸并冇咁做，喺我剪开咗渔网之后，佢咻一声就跑咗几米远，飞快咁爬上树，停咗喺枝树枝上面望实我。我同小龙就喺树下面同佢挥手告别。一阵间之后，佢转身就走咗啦，仲消失喺果林深处添。我睇住佢离开，心入面唔知系应该高兴定系失落咧。估计佢再都唔会翻嚟呢度噶啦，唔会再有一只狐狸用水果掟我噶啦。呢、这个应该算系好事嘅。我伸咗个懒腰，继续我呢一日应该做嘅工作啦。感谢大家收听由汇星文化同达尔泰共同出品，暖暖有声诚意制作。我是妖怪，我怕水。欢迎各位订阅、点赞、评论、转发。欢迎大家收听都市爆笑修真小说《我是妖怪，我怕水》。作者沙米王子，主播古狗飞、小小肥。第十六集。最近我同嗰啲妖怪相处得几唔错噶，至少冇俾佢哋发现我对复兴妖族呢单嘢唔感兴趣而俾佢哋食咗啊。不过喺早上砸过呢个问题上面，小六、霍玉、黄优就炸晒营啦，匿喺被斗入面唔肯出嚟啊。只有大山好敬业咁喺度帮我摘果，睇嚟早起身就连系妖怪都顶唔顺啊！哦，顺便讲翻句啦，石大山又搬咗张床嚟，原来佢同霍玉唔系瞓喺同一张床上面嘅。啊，我都唔知点解我会提起呢单嘢嘅。自从感应咗灵气之后，我又中意咗冇事就跑去果林入面修炼灵气。有阵时就坐喺树上面，有阵时就坐喺地下，甚至当小鹿变成榕树嘅时候，我爬上去修炼添。有时候成晚唔瞓就喺度感应灵气，体会住嗰啲灵气融入身体嘅感觉。而修炼嘅过程，时间会过得好愉快嘅，第二日亦都系充满精神。下一阶段嘅修炼应该系点样进行呢？赵无极好似冇讲我听，而家佢又唔知死咗喺边。我并冇打算深究修炼嘅问题嘅，必要嘅时候赵无极应该会死翻出嚟噶啦。而家呢种感觉应该就够噶啦。今日亦都系一样，食完晚饭之后，嗰啲妖怪各自做各自嘅事，有啲就喺度修炼。有啲就喺度睇电视，小六就嚟到我屋企后院，化成咗大树喺度吸收灵气，炼化妖气。我就爬咗喺佢嘅身上面，
坐喺一支树枝上面，静静咁喺度感应灵气。修炼大概进行咗半个钟头嘅时间啦，我感应到六奇嚟到我屋企，直不甩咁穿过客厅嚟到后院。我之所以能够分得清嚟嘅呢个系六奇，唔系第二个，咁系因为我感应到一股同石大山佢哋唔同嘅气。六奇身上会有无形散发出嚟嘅一种好清嘅灵气，而石大山佢哋散发嘅就系混乱嘅灵气。我擘大眼从树上面望落去，果然见到六奇攞住个竹篮行到后院呢度。我喺树上面同佢打招呼话：哦，嚟摘果啊！佢停低落嚟，担高头望咗我一眼，又睇一睇变成大树嘅小鹿，随口就唔咗一声，之后就继续行，行入咗果园。六奇间唔中会喺放学之后骑住部单车嚟我屋企后院嘅，摘满一篮水果，仲会顺手摘啲菜啊、葱啊之类嘅。之所以会出现呢种情况，按照佢所讲嘅三个原因系：一、监视你哋；二、小雪同佢讲我可以随时嚟摘噶；第三，佢对妖怪真系唔使客气噶噃。嗰啲妖怪对六奇嚟呢度都觉得冇乜嘢，可能系佢嗰晚喺屋顶度跌咗落嚟，出现咗一系列好凄惨嘅情况之后，佢哋已经冇再将六奇当成系敌人嘅啦。话时话，那个竹篮仲系我织俾小雪嘅添，小雪转手送咗俾六奇。啊，佢哋嘅关系真系好鬼死暧昧嘅啫。我从树上面跳咗落嚟，跟喺佢后面行入咗小树林。六奇就拧转头嚟咗我一眼，亦都冇讲啲乜嘢。果林里面好黑啊！六奇打开咗手电筒，一时间照下上面啲果树，一时间又照下地下啲路。你跟嚟做乜嘢啊？我要睇下你除咗摘果之外，仲有冇做出啲伤害我果树啲行为噶嘛？小人之心。佢喺前面行住，我跟喺后面。果林里面系好黑嘅，一大片枝叶将天上面嘅月光全部遮住晒，而果林里面有啲萤火虫发出咗好微弱嘅黄光，喺林里面飘嚟飘去。果林里面间唔中有啲雀叫声，同埋有啲虫叫声，反而显得果林系更加寂静啦。呢、这个女仔点解一啲都唔惊嘅？六奇嘅手电筒照咗喺一棵芒果树上面，见到芒果树上面好大个清洁嘅芒果，嗰啲系今朝早俾小鹿催生之后嘅产物啊！六奇见到咁大个芒果之后，擘大咗个嘴，佢放低个篮想摘个果落嚟喎。你可唔可以唔好摘呢度啲芒果啊？你想要嘅话，去我屋企后院嘅催熟室啦，嗰度有啲催熟咗嘅芒果噶啦，听日可以攞去卖噶啦。六奇犹豫咗一下，话唔使啦，仲系青色嘅自然啲。哼，呢个睇法同我一样喎。六奇就睇咗我一眼，话啦，哼，无聊。睇嚟佢肯定以为我喺度搭爹啦。不过事实上亦都系嘅。佢睇一睇佢着住嘅短裙，又睇一睇身后面嘅我，忽然间皱住眉头咁同我话：你退后啲。啊！我有啲懵懵地啦，不过都仲系听佢讲后退咗几步。再退远啲，再退啲，再退远啲啊！我已经离佢七八米噶啦噃，连佢把声都听唔清咁滞噶啦。我有啲嬲咁话：喂，家阵唔系后退啲噶咯，你系咪觉得我会忽然间冲上嚟扑埋你度钳住你啊？唔系。佢点咗点头话：得啦，依家咁样就差唔多啦。我都仲未明白过嚟，六奇就面对住果树，一只手揞住条裙，之后佢突然间一跳，原来。
佢系惊跳起身摘芒果嘅时候会走光俾我夹到。冇几耐之前，我仲喺度谂六奇系打算点样摘呢啲芒果嘅咧？会唔会系爬树呢种咁不雅嘅行为咧？结果佢只系需要轻轻一跳，就跳成两三米高噶啦！哇！之后就好快手咁将啲芒果摘咗落嚟，我吓到呆咗啊！哇！系乜？我之前又唔觉得你咁犀利嘅，居然可以跳咁高嘅！奥运会金牌你唔去跳就嘥咗啦！六奇好满意咁抛咗抛个芒果话：唔可以俾普通人发现修真者嘅存在，如果唔系就会俾犀利嘅同行废除修为噶啦。我见你咁弱，根本就冇用过真气对付你。如果唔系，你以为你可以挡过我一招？你咁老实做咩啫？真系谷鬼气嘅啫！六奇好得意咁笑一笑，将啲芒果摆翻个篮度，继续行。一路上，六奇时不时跳起身摘果，嗰阵时我就要退到好远好远好远。虽然又有啲麻烦，不过我都受嘅。按佢嘅性格嚟讲，冇将我乱棍赶走，咁就应该算系唔错噶啦。虽然我可能系妖怪，但同时亦都系呢座果园嘅主人啊嘛。摘到差唔多嘅时候，六奇行出咗果林，嚟到低矮嘅草莓地上面。呢、这个时候，月光星光终于就洒咗喺我哋嘅身上面啦。我呢阵时先特别观察到六奇，而家系一身好时尚嘅打扮，类似初次见面嘅时候咧。六奇着住一件白衬衫加件粉红色嘅外套，黄色嘅短裙同埋黑色嘅长丝袜，仲有一对高筒靴添。长发披肩，化住淡妆，手入面仲拎住个竹篮，喺星空之下，好似一个漫画行出嚟嘅美少女咁啊！哇，系打扮得咁索啊！一阵间去边啊？去酒吧啊？嗯。六奇随口应咗我一声，我忽然间有啲唔高兴咁问啦：去酒吧啊？唱歌啊？似乎系听出咗有啲怀疑，六奇有啲唔开心咁回头话：咁梗系啦，我只不过系喺嗰度做唱歌兼职，如果唔系。你以为一个高中生去那里做什么？我想了想也对的，他那么保守，如果不是逼不得已，怎会去那些地方啊？明白了之后，我心情就好了很多了，有些讽刺地跟六奇说：你懂不懂唱歌的？会不会吓走人的？哼！六奇干脆不理我，继续走。你一声哼啊，好似系对我最大嘅鄙视，同自己最大嘅自信咁啊！系咁啊，喂，我而家出钱请你上翻手得唔得啊？谂唔到呢句说话之后，六奇即刻停低咗脚步，有啲怀疑咁拧转头望实我。你讲真嘅？真系噶，$50一手得唔得啊？我惊比高咗佢会怀疑啊！点知佢好爽快咁话：得$50一手，你讲价，唔俾反悔噶，俾钱嚟先。嗱，讲明先啊，唱得难听嘅话，我唔俾钱噶。我可以喺酒吧唱歌，唔通仲会唱得难听咩？唔好呃人啊，快啲俾钱先。我揞咗揞个袋，一定乜都冇添。啲钱喺屋企度，一阵间肯定俾你啊。如果唔系，俾你摘晒我啲果又点话呢？见我讲到咁肯定，六奇都唔怀疑啦。咁又系，就算我系呃佢，佢都相信自己嘅实力能够攞翻翻嚟嘅。六奇就有啲开心啦，佢对住我就问到话：咁你要听咩歌？周围系一片草地，天上面高挂住星星同埋月亮。凉风阵阵，我谂咗谂话：城里的月光啊，识唔识啊？六奇眼前一亮，似乎好满意我点咗呢首歌，好自信咁话：
梗系识啦。好，咁就呢首啦。嗱，俾啲心机啊，乜求其 hea 住唱啊？哼，我唱歌好负责任噶。小小地咁斗咗嘴之后，陆琪眯埋眼，开始喺度酝酿感情。我企喺佢面前三米左右嘅距离，背住双手，微笑住喺度等佢唱。我真系好好奇啊！呢个咁靓嘅女仔可以唱出点样嘅歌呢？输咗啦，冇配乐，冇专业嘅设备，但系由远天籁嘅声音的确回荡喺呢个小小嘅世界里面。佢优美嘅声音慢慢传嚟，我唔知道嗰啲歌声有冇佢唱得咁好听，但系呢个绝对系我最中意嘅歌声。当陆琪啱啱唱出第一句嘅时候，我就知道自己彻底输咗噶啦。月光同埋星光洒咗喺佢嘅身上面，佢就好似一个仙女咁，摆动住双手，身体伴随住歌声轻轻摇摆。嗰啲萤火虫从草丛入面一只又一只咁捐咗出嚟，发出微微嘅亮光，飘咗喺陆琪嘅身边。陆琪眯住一眼喺星空之下。草地上面，萤火虫的微光之中，面上全部都是陶醉和快乐的表情。听着美妙的歌声，看着他高兴的样子，我知道这一次我不单止输了我的50元，我还输了整个人。一曲非常短暂，但是就柔软到好像一个世纪一样。当他这首歌唱完之后，佢慢慢睁开眼睛，块面有少少红咁望实我。佢细声咁问我话：得唔得啊？好得啊！只不过我想话俾你听嘅系，我真系好中意你啊！感谢大家收听由汇星文化同达尔泰共同出品，暖暖有声诚意制作。我是妖怪，我怕水。欢迎各位订阅、点赞、评论、转发。